第十七题，古代人用煤炭将铜、铁等金属从矿石中冶炼得到，却无法用煤炭将铝、钾等金属还原得到。但是贾家铝矿可以还原出金属铝，请问铁、铝、碳、钾四者何者活性最大？我们从前面的叙述当中已经知道了，因为铝的活性比碳大，所以无法用煤炭呢来冶炼获得，所以表示。如果 A 能够把 B 冶炼获得，就表示 A 的活性大于 B；如果 A 无法把 B 冶炼获得，就表示 A 的活性呢小于 B。那我们的碳可以呢把铁冶炼出来，所以活性呢是碳大于铁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碳却不能够把铝冶炼出来，所以表示呢铝的活性呢是大于碳。但是钾又可以把铝冶炼出来，所以表示钾的活性就会大于铝，所以我们的钾、铝、碳、铁的活性呢，是以钾最大，而铁最小。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请问铁、铝、碳、钾四者何者活性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K。